直播的朋友观众们，不对不对，直播哎、欸，直播哎、欸，好丢脸啊！好丢脸啊！快点送出去吧！直播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晨晨，我是阿哥，欢迎收看92天歌，大家好。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了，从试招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 Morrison 马试招。大家鼓励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若凡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纪怡琳 Kirky。呜，掌声！呼呼。大家不要嘲笑我，就是要笑你到底。我刚刚怎么样？很久，哎呀，这看不出来。哦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呢？为什么九十二 K 歌又再录一次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有特别企划。没错，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喜欢听演唱会，所以说我们今天特别举办了一个演唱会前哨战，很严格的。刚刚已经一连串玩了很多游戏，很多考验。对，刚刚马世昭还哭了。天哪！想知道为什么吗？想知道直播观众朋友想知道的话，就锁定92 KK 的完整首播，就可以知道马世昭为什么哭。一定要来看。OK， 刚刚我们比完了，对不对？對我们要比分，比分就是来那个排大家唱歌的顺序。没错，所以比数是3-2-0。零，对 对， 對，所以对，所以他哭了嘛。好了，不要再欺负他了啦。对啊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分顺序来唱歌。好，我们就先让若凡带来好听的歌好了。Okay， 掌声欢迎若凡带来的《赤道上有知更鸟》。掌声欢迎。那你可以先休息一下，你先进去休息一下。是，在这边就好了。2月29号的晚上8点，在台北华山 Legacy 会举办我的专辑的一个发表会，然后也会不只唱专辑的歌，就是还会 cover 很多别人的歌曲。对，再说一次，2月29号。对，2月29是2020的2月29号吗？对，是2020的2月29号的晚上8点吗？对，大家不要错过喽，赶快去买票。谢谢若凡，谢谢，好，谢谢我们若凡，先休息一下。来，请进。好 ，OK， 马上呢，有请我们的第二位歌手纪怡琳，她带来的 Yes I Do， 掌声欢迎她。吉他仙子要，很像那个小精灵，对，小精灵，对，吉他仙女，对，没关系。
不要紧张，不要紧，现场直播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讲？因为我刚刚也吐钱了。对对。不要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大家很稳的，没在怕。气死。人称吉他仙子的吉林，今天要带来他的啊，你说再串啊，好。直接来吗？好，马上。啊，可以了吗？好，可以了。好，五六八。马上欢迎依琳带来的 Yes I Do。掌声鼓励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！好，我拎着好了。你拎着，你拎。我拎着，我帮他保护吉他。小心哦，吉他仙子的吉他，你要小心。好，比我重要。他是我老婆，对他老婆，对。你的老婆，我老婆。我这样称呼他。好，我是他老公。我开玩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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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玩笑的。哇！来，我们介绍一下新专辑。介绍我新专辑，这专辑呢是一个假同名专辑，叫纪忆林，因为我名字叫纪忆林。然后纪忆林是我的主打歌，下次有机会唱给大家听。那这张专辑里面呢，全部十首歌都是我自己的词曲创作，是一张全创作专辑。而且呢，为了保有我最原始的样子，所以每一首的歌的吉他、木吉他都是我自己录制的。哇塞，大家要好好期待吉他仙子的创作，不容小觑。讲的对，讲的对，不容小觑。去嘛，不是去，小小去。对。但是真的听歌的时候有进入那个情境的感觉，真的有很在仙境的感觉，很甜。很甜之后也会办个人的音乐会，然后到时候可以邀请你们一起来。哎，当然可以啊！你说上台那种嘉宾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唱干大事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我们开场就唱干大事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我可能没有办法一起。依琳，我觉得不要勉强。不要勉强，也不要勉强。好啦，到时候大家一定要来支持演唱会，还要记得要买专辑回家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依琳。休息一下。好，休息，休息，休息。来收一下道具，收一下道具。你刚是讲说你是人家老公吗？不是啦，没有，没讲话啦，我什么都没讲。T， 对，直接上来，好，是啊、好 ，OK， 可以了哈。好，那马上欢迎哦，今天先回家，谢谢。太坏了、欸，不行啦，不行啦，太坏了，甩麦走了，麦drop， 没有了，刚刚零分还是要给你唱，所以马上欢迎马世昭带来的新歌《I Still Think About It》，掌声鼓励。好可爱啊。你眼眸是一种节奏，没人把你的眉写透，是那么错综，也只有我懂。你曾说过不用给太多，只要一瞬就已足够，身体交织的琢磨，把世界弄错。 But I can't seem to let it go.
被深邃的海洋淹没，却好久没见过。You're not king, seem to let it go. 思绪被你剥夺，感觉自己被你化作。I still think about i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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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见过最厚重的黑，来自于没有你的夜，我把自己给他写。放到这颗杯 But I can't seem to let it go 比上碎的河谷跌落之后就没见过 And I can't seem to let it go 独自一人摸索就是比你剥夺 I still think about itI still think about it. I still think about it. 哇，掌声鼓励！谢谢。掌声，哎，真的很好听，哎，真的好好听哦。对啊。你下次有新歌可以模仿。哎，真的，你唱现场好厉害。谢谢谢谢。介绍一下，这也是新歌。OK， 这首是叫做《I Still Think About》，那在十二月的时候已经在网络上有发行了，那大家可以去各大的数位平台上收听。那这首歌很特别，是因为我是远赴加拿大跟两位加拿大歌手一起合写的。嗯，那其实它原来是一首英文的歌曲。那是我到台湾的时候，我在请填词人张武把它翻成中文这样。那这首歌更厉害的地方是他请了九令、蔡依林、新专辑制作人 Star Chen 帮我制作这首歌，所以大家真的很值得一听。然后 MV 也在 YouTube 上面有发行，所以大家也去看一下。MV 真的很帅，真的有很帅，大家记得要去看，会被电到。而且我家电脑会漏电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很坏哎！我被讲到电到，我必须讲。我刚刚看马世钊唱歌，你被电到。对，我看到入神。只要你碰到后面的线。对对对。我洗手没擦干净，不是我真的看到入神。有啦，真的真的。好帅哦！谢谢。又好，真的，我说真的。谢。而且我觉得真的一定要加码，再分享一下。我有听你另外一首新歌。来，请说。对，那首我觉得很棒，介绍一下。另外一首歌叫做《慢走不送》。是收录在 Jay Sean 专辑里面的，然后我是跟 Jay Sean 还有艾怡良合唱，三个人合唱，是以一个对话的模式唱的一个 R&B，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那 MV， 是很有趣的，就很新的一个梗，就是你一句我一句这样，好像在打电话对话的歌、形式来唱这首歌，大家可以去收听收看一下。YouTube 也是，对，都可以看得到。YouTube 叫《慢走不送》，慢走不送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哦，支持好不好？支持马世钊，一定要支持一下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来留步留步，来留步一下，我们请大家先上来一下，请其他歌手上来，对，其他这边来，请进，欢迎光临，谢谢，欢迎，好烦呐。OK， 好的，大家也看到我们这三位刚刚已经带来他们的新歌给你听，好听的歌。但是今天说到了是演唱会前哨战残酷的考验，没错。在这之前呢，要先访问一下三位，问一下他们问题。对，讲到演唱会，有没有你们印象最深刻？你们看过的演唱会是长怎么样子？嗯，可以分享一下。我先吗？好，我看过最印象最深刻，可以说是 Jolin 最近的 Ugly Beauty 演唱会。我觉得他整个美术跟灯光还有舞台的呈现，还有 dancer， 还有音乐都是非常完整，而且他每一首歌都有 remix， 每一首歌都有重新改编。那我自己很庆幸有改编他里面两首歌，对。然后大家如果有去看演唱会的时候，会听到我的两首作品。那我觉得自己的小孩在上面，我觉得自己对，有我的小孩在上面，我觉得很酷，因为就是自己在电脑面前做的歌，可以用这样一个方式去呈现给自己去欣赏，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事情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。是，那之后一定也会，你所有的歌全部都会在大舞台上面呈现，一定可以的，yes， 一定可以，对不对？很有
信心。对，若凡呢？哦，我也是前阵子去看九令的，哦，也是一样，也有你的孩子在上面吗？没有没有，没有，他还是个孩子啊，对，可爱小可爱的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因为他整个表现的都是很有生命力的，是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我觉得他不只是在表演，嗯，就很像已经把他整个人生都呈现在他的台上了。嗯，对，能够看到一场真的很棒。真的，现在看过蔡依林演唱会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没有负评。真的耶，对，对，很厉害。所以依林也是看蔡依林的演唱会，觉得很棒吗？对是不是？一定也有别人。有，我有翻唱蔡依林两首歌，我也很喜欢他的歌。也是很喜欢。对，那我想说的是，我有去看了一场陈绮贞20周年的演唱会，叫做《漫漫长夜》。嗯。然后我因为看完那场演唱会之后，写了一首歌，叫做《漫漫长夜》之后，也有收在这次专辑里头。因为就觉得自己受到他一些启发，然后想要让自己跟着发光。我希望我的歌也可以让更多人受到一样的启发，然后跟着发光。Yes, I do, 好不好 ？Yes, I do。说真的，其实我觉得演唱会啊，不是只是去看唱歌的。对，很多人看演唱会看完，心目中是会有很大的启发，像是很多人看完五月天的演唱会，或是看蔡依林的演唱会。心境就不一样，所以演唱会不是只是唱歌而已。没错，没错。但是我干嘛？我讲这干嘛？我不知道啊。我不知道。我突然你硬要讲有心，我知道你有那个突然心里有那个一个想法这样子。但是我可以问一下大家，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粉丝呢，他们对演唱会除了表演内容会特别注重之外，他们也会 care 很多地方。我来问一下，他们通常看演唱会会 care 什么？好了，毕竟演唱会最重要还是粉丝嘛。对对对，粉丝的意见最重要。你会特别注重演唱会的什么？场地很重要。场地。就是效果跟气氛可以给表演加分，对，然后拍照起来也好看。哦，这是重点。所以你是指整个演唱会场地的外观、内观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？哦，会特别注意这个。因为很多人去看演唱会，就是要除了去看之外，他要打卡。哦，拍的要拍的好看才有办法。哦，也是，所以说他会在意这个。对，那你呢？哦，老朋友，我比较在意那个跟粉丝的互动，还有彩蛋，还有 uncle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他讲到彩蛋就是例如说嘉宾，对不对？神秘嘉宾啊，就有点买一送一的感觉。或是 uncle 可以 uncle 的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就我看一个歌手，然后又再看到另一个，好开心。而且他很厉害，对，他是有在帮忙偶像做灯板的，他很厉害，他是专业粉丝。你看这个是你做的，他做的，哇，很厉害，好强哎，很厉害。所以说各个演唱会他算是都听过，对，他很严格的，对，很严格。所以说他在意的就是嘉宾，然后 uncle 这种，重点是跟粉丝的互动。哦。对，这个通常也会蛮在意的。啊，那你呢？我是交通。哦，很实际，实际，很实际。对，要方便。我懂，就是那种淡水捷运或是板南捷运。不是，难怪刚刚捷运站听得出来。难怪啊，因为在穿梭捷运。对对对，真的，你讲的很实际。就演唱会每次听完都很晚，又想听 uncle， 可是等下捷运又做不到。对 对， 对，所以这很实际。是，但是我来问一下大家好了，你们有知道最近一个新的音乐场馆叫做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吗？有吗？你们有人去过了吗？有吗？你们有去过？还没去过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它好，因为它就是刚好符合大家的条件，粉丝刚刚说的条件。对，因为刚才你说交通嘛，我就来介绍一下它的交通。好，它呢非常方便，如果你们坐捷运的话，那你们就可以到昆阳捷运站下车，然后走路7分钟就可以到了。对，那如果你们是听完那个高铁离站的声音之后要下车，你们就可以到那个南港车站，然后走路11分钟就到。对，啊，如果坐公车的话也很方便。坐公车的话，你们可以到呢捷运板南线站的这个公车站下车，或者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这一站又叫做东明里下车，还是南港高中站下车也是可以的，反正非常方便。你说捷运是昆阳站啊？对，没错。公车站它一个站名叫捷运昆阳 站，也是在这边下车。对对对对，反正很方便啊。对，所以交通方便 ，OK 吗 ？OK， 这样可以吗 ？OK， 那再来介绍外观的部分。对，刚刚有人提到外观，外观还有里面的构造嘛？那我来介绍一下它外观，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个灰绿色的有点像是钢筋的结构，对，所以说其实它很好认，因为它有一点点不规则状，然后就有人会说它像是太空船或者是超级赛亚人，感觉拍出来很好看，对，很好看，对。但是我的好奇是，太空船跟超级赛亚人是两种，对，我也是这样觉得，是不是因为它不规则的关系？所以你也可以说它像，对，它像阿朱一样不规则状，什么叫不规则？大概就是这样。
反正你们去了就会知道它很好记。但是其实它会这样子，建筑是有它一定的巧思，因为那个设计师当时他在盖的时候，他觉得呢，他就把它比拟成这个台湾三月啊，重峦叠嶂的样子，就代表呢，我们台湾的流行音乐又走向了完全就是多元化的巅峰。新世纪，没错没错，所以大家记得要去那边听演唱会。好认真的设计，没错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。再来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哦，还有吗？我已经都讲完了。哦，还有一个是，还有一个就是要看歌手自己的准备，就是那个嘉宾啊，跟粉丝。对，刚才有讲到的，非常重要。没错。哎，我很在意一个问题，来，可以容纳多少人？哦，哎。哎，他呢 ？Q 到，哎，这个对歌手来说很重要，很重要，这很重要，因为他们大概可以知道他场地有多大。对，对，其实他最多可以容纳到6000人，对不对？六千人，其实不错，哇，六千人，棒，很多很多，大家都可以到里面听演唱会，应该都可以抢得到票吧？可以，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可以。OK， 但是我讲到刚刚演唱会这件事情嘛，就是说到这些东西，我们少讲了一个重点。哦，你说，演唱会不是说歌手准备好唱的好听的歌就算了。还有很多突发状况，没错。今天好不好？说好了，说好的来挑战，我们不露一点突发状况是不行的。对，你那么开心，你那个超认真，超认真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活动非常的重要，很严肃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对，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就是状况剧要来挑战你们。没错，这个挑战叫做演唱会状况考验。对。然后今天呢，大家粉丝还有我们两个主持人，就是今天的评审。对。我们就看谁的那个临场反应最好，我们就投给他。很难哦。然后这一次就有奖，哎，没有处罚，但是有奖赏。等一下再跟大家说好了。对，先卖个关子。先卖个关子。先上个签筒，卖个关子。来，上个签筒。谢谢。哦，这四个就是里面有状况剧，哎，怎么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要去上厕所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你先去，我要回家了，我要回家了，没有走过你旁边，走过你旁边，你说。这四个签筒里面分别就是你们会遇到的突发状况，都非常恐怖，你们抽到就要完成它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，我们一个抽一个吗？哈？你决定一个抽一个，一个抽一个吧，一个抽一个。好，那我们一定先好了。好，来。抽到第一题是什么呢？我可以看吗？可以看，可以看，你可以大声勇敢的讲出来。勇敢讲出来，什么？哇！乐手，乐手借助你的演唱会跟女友求婚，但求婚失败。哎，这个超尴尬，这个超尴尬，哎，这个尴尬在我之前曾经有帮人家求，就是唱求婚就失败，还两次。那你有经验啊？我。那这样怎么救啊？所以我就默默的赶快换歌这样子，然后就看那个男生就自己飘走。可是哎，可是一定有经验，要不要这个给我们好不好？不行啊，他说是乐手，他是乐手，乐手是自己朋友啊，那真的没有办法。对，这些反应真的要反映歌手本身的。好，所以说这边的部分就是你担任男朋友，我担任女朋友，然后我拒绝你。这超容易的，这太合理了吧？太合理了吧？我一定会拒绝的。太合理了吧？那我是乐手嘛？对，你是乐手，你在那边打鼓这样。吉他王子。好，你要当吉他王子。好，可以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，就等下就这样排。然后呢？然后好，对，接下来就是这样子。我弹一弹，弹一弹，弹一弹，音乐突然停了，然后他发生什么事？然后我就唱祝你生日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唱一个浪漫的音乐，然后你就刚好。也进你的那个唱你的 Yes I Do 哦、oh, ，Yes I Do 超适合求婚的，然后出来说一成，我们再去啊，就开始这个这样拒绝真的是超尴尬，他已经讲 Yes I Do 了，还拒绝，很真的很不好，很合理耶，对啊，好，马上进行第一个状况去 Action， 好，那你们先休息一下，先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好，所以我要站在哪里啊？你要站在你要观众，我是观众，好了，我在这边这样子。所以我就要现在真就弹一下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好，好、啊。那我用背带就好，还是坐着？哦，好。哦，好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给我一个麦 stand 好不好？可以。哦，这里。哦，我来。这里，这里。哎、欸，哦，有了。有两个。哎、欸，先那个抓好了，用那个吧。谢谢你。帮助我这一次求婚，没问题，保证让你失败。啊，帮助我这一次的失败。
还是会失败，怎么样都失败。帮我瞄一下吉他好吗？谢谢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好。那我要往哪走？哎，可以。好啊，我真弹。那我们求婚前的歌是什么歌呢 ？Yes I do。Yes I do。好。好。好 ，OK。对。好。摇铃鼓好了，乐手嘛，三角铁，好烂哦。嗯，响板，嘎嘎嘎，好拿响板，我是乐手，乐手。好烂的乐手，可以吗 ？I d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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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will, I will。这个乐手可以换掉吗？我是那个。这是什么响板？响板还是你要换个乐器？换个乐器、那个好，那个好。嘎嘎嘎，很尴尬。我一直很想笑，没有办法帮你完成、这个。用这个，我就用这个，用这个，用这个。好，那我们太大声了。不会，不会，可以，可以。I do, I 还是要哦，这个有声音啦！哎呦，这个有声音啦，我不知道啦，对不起啦，我太。你很烦哎、快点啊！第三个 ，Action。Love it as I do， 在每一天都有新的体悟，哪怕曾犯下小小错误。其实今天呢，除了唱这首 Yes I Do 之外，我们在现场有位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希望等一下听到的答案也可以是 Yes I Do。我们把时间交给阿 Q， 掌声掌声！哇，阿 Q 你要做什么？我是宜林的这个专业的乐手，就是那个响板担当。那我今天呢，透过宜林这次演唱会的机会呢，我要向我的女朋友求婚。哇，好浪漫哦！我的天哪！逸晨，请你上来这个舞台。逸晨，就是说，我想说，我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就是在我开始学响板之前就认识你了，一直陪伴着我。那今天在响板业这一行，我也算是有一番成就。我决定在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里，逸晨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答应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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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应他。可是我已经喜欢上打三角铁的乐手了，我不要嫁给你。三角铁，三角铁，不是。不是，我不是跟你说不要请三角铁，三角铁那么帅，你看你请他，我女朋友就被抢走了，都是你害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看了我唱一首歌给你听，你不要难过。我唱一首分手的歌给你听。分手歌，放弃我，我把你从我心中彻底抹去，把那些好的坏的，好像慢慢在疗伤喽。清清曾经回就这里，掌声鼓励。很难呢、欸，很难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你刚刚求婚前，我真的觉得你要跟他求婚，你就是整个人在脸在抖，就我好紧张，我要求婚。他演的好好哦、喔。我学表演学十几年，不要再称赞他了。我觉得你现在不行，你今天又当我老公，又跟他求婚，你这样怎么可以？不行，不要现在这样考验我的临场反应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觉得你的临场反应很好、欸，就是、很好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，就用歌声来疗愈他们。然后这个响板是谁的？OK， 所以说我们先把分数留在心里，对不对？然后先看其他人的临场反应怎么样。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那先谢谢宜林，先休息一下。好，来了，来。哎，这放这。若凡上台。好，换若凡。谢谢。那我们的签筒呢？签筒在这边。好，换若凡。紧张哦。我也很紧张，我们还要想剧情。对啊，这是考验我们吧。对啊。好了。好，郭姐好吗？好，
啊，五六八，好的，刚刚已经结束了，好的，临场反应，这么老派的开场，还有好的啊，现在就换我们的若凡，好，若凡抽一个，好，不知道会是什么呢？这个好了，好，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呢？我也好紧张，有准备安口，但结束后，来，没，这个很好笑哎，有准备安口，但结束后没人喊安口。哎，这很尴尬哎，哇，好难哦，怎么办？因为我最怕尴尬啊，真的。那怎么办？那就接下来怎么办？29号，我们就要在前哨站就开始练习了。对啊，但是我相信要加油，这件事我觉得大家会帮不会发生。但我先练习一下，如果没有人喊门口，不会当做开玩笑，当做表演练习。好，加油，若凡。对，那我待会就是唱完你最后一段，好，唱完之后你就大家拜拜。然后就笑，然后就要准备要走，对，准备要走，假装走进来，你就走上台，假装，对，假装一个幕，要回去了，你假装要很重要，你要开门，然后进去，你不要那么讨厌人家，要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好，对，反正就往后走，对，就往后走，对，好，然后大家没有，然后你就你已经准备好要，对，你要这样走进去，哎嗨。然后又出来，然后但是这个任务就是要唱到安口曲，对，要唱到。好 好加油，那就让我先唱最后一段。对 ，OK OK， 就清唱就好了。对，好，若凡就直接来了。好，马上进行若凡的临场反应 ，Take One。Maybe you don't need to try so hard， 不用那么害怕，扛不起这世界的重量。那就随着浪声唱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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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次见，谢谢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谢谢。鬼，哦，要开门。鬼，空，空，啪。这时候，尴尬，很尴尬。就慢慢的在玩手机，准备要离场的，有的要回家了。然后这时候若凡在换衣服，对，换衣服，赶快点安口。对，结果没有人喊，他准备要上台了，对，但是没有人喊，完全没有人喊，超安静的，超安静。若凡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我要接下来准备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，尖叫声。你说再也无法把约好的梦实现，是你带我相信爱情，还是你交给我眼泪？可惜再也无法转身回到你身边，改变我生命的爱情，你要教我如何忘记你。掌声鼓励！掌声！哎，我觉得这策略超好，就是不是不把它当安口曲，而且说真的，他刚唱超好，然后让我真的想喊安口了。对，因为他刚的逻辑就是这是最后一首歌，没错。哎，其实这样也不错，一个很好的转场。哎，我真的有遇过，真假的？我在看演唱会的时候。没有很喊 uncle， 啊，结果怎么办？然后他们就一个话外音就说：“你们喊一下，不然我们不好意思出来。”然后粉丝才突然想到：“啊，对哦，要 uncle， uncle 才开始，是不是？”哎，这很好笑哎，不会不，但是若凡这个方法我觉得蛮好的，大家可以把这个分数留在心里，留在心里。这个随机应变做得很好，没错没错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若凡。若凡可以先休息一下，有请第三位世昭，世昭来了，世昭来抽签一下。哇，我超担心，还是你两个都做，不要刁难人家。一起来挑战一下，你真的要一起来？好啊，来，好啊，两个开过，两个有办法结合的话，看有没有办法结合。好，有没有？哎，结合好像不错哦。疯狂，疯狂粉丝，疯你，疯狂粉丝冲上台抢麦。特别嘉宾唱上瘾，不愿离开、欸，所以是一样的，同类型的，一样的。哎、欸，这个可以一起哦，可以可以可以结合，可以可以。所以说，其实就是粉疯狂粉特别粉丝上来抢麦，唱到忘我，你怎么办？粉丝怎样、啊？对，就是他上来抢完之后，啊，你还想说好吧，让他唱，想要唱个几句就好。然后他结果殊不知他唱不完。
你怎么办？唱不完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说他是粉丝吗？粉丝，他就纯粹只是粉丝。哦、OK，OK，OK，OK。我当粉丝，你当领来，你来，这个你比较在行啦。对，我就是当粉丝，就很烦人的那种，很适合。比较普通一点的。对。好，那我是粉丝。我想到脑筋都打结了，没关系，没事，想不到解决方法，你就直接把他踹下来。我是抢他麦吗？还是抢他的麦？好，我还是我拿自己的好了。好啊，也可以，你就进来，然后就自己很唱歌，这样唱得很开心，这样。好，这样也不错哈。为什么粉丝有麦啊？我也是不太晓得。我不要管这个合理性的，不要管这个，对，我们本来就不合理，不合理。好。拿乐手的，所以等一下流程就是你先稍微唱一下你的歌，然后唱一唱他就上来了，这样。我会唱别的歌。好，还会自己想好别的歌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帮你喊开始喽。哎，第一 round 开始。恋人早已经没啥好说，这种情绪像是一把火，先这样喝酒慢走不送过。哎，这位朋友，的话却没有这位朋友钱柜在隔壁，这样我很好奇，听，你们手机拿出来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梗，可以拍一下。只愿让我原谅我不，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。那这是把 boy 考验，有嘞，拉 boy 考验，有嘞。哦，都是。保全、啊，怎么是你啊？我是保全，不行，太好笑。把现场人能赶下去。等一下，掌声鼓励。啊，交换位置。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老实讲，其实他虽然没有反应，可是我觉得没有反应是好的。不是因为他如果把粉丝赶下去，好像蛮没礼貌的。应该要让保安过来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他这样也 OK 啦。因为其实我站在我的立场来讲，我觉得马世昭人很好，给我一个很完整的舞台，啊、是不是？而且他多好，他是帮你就是包装说啊，他走错包厢了，你看。我看得出来你有明星梦，完成了你的明星梦。他想提拔我了，对，所以他的那个反应其实是好的反应。對對對，所以你们要看哦，他不只是这样哦，他还是连续抽两题。对，这都要放心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把另外两位请上来。来，好，欢迎欢迎。哎，来，请进，欢迎光临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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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好笑！阿坤真的很烦哎，有没有怕大家忘记啊？真的很烦哎，好啦。刚哎，就要评分了。好，先回顾一下他们的那个刚刚的任务，一个是求婚乐手，三角板乐手失败，啊，一个是 uncle 没人理，嗯，啊，一个是。是教的，唱歌很好听的人突然不是没有唱歌很好听这个人，疯狂粉丝突然唱不停，对、啊、对 ，OK， 然后他是用亲和力带过，然后他是把 uncle 当作最后一首歌，然后他是唱别的更好听的，对，疗愈的歌，好，大家记得哦，来，好，要投一零的，请举手，好，一二三，好，三个来 ，OK， 好，若凡的举手。一二三，是不是有人重复投票？四个，有人重复投吗？灰色那个，可以，我允许。好，五票，好。好，马世昭的。好，我投给他哈。啊，我们后来、哦、我们最后投，哦、我们最后投吗？嗯。一二。终于不用吃蛋了，终于不用吃蛋。两票，好。两票， OK, 好。所以刚有记吗？有人记吗？有记哈，好。好，那你投谁？我投世昭。好，那我所以说换你，哎呦。好像是不是很关键的那个投票？好像也没有，他好像赢了啊。啊，哦，真的、啊，哎、欸，没有关键哦、喔。对吧？但是我投。投谁？马斯？不。奇怪，我是不是有直播症候群？你有障碍、啊？直播就有问题。你投一零啊？对。哦，好，所以说是若凡获胜。若凡获胜。OK， 掌声，谢谢若凡。那奖励是什么？对，我们的奖励呢，到时候就会把若凡的歌，哎、嗯，是他现场唱的吗？没关系，反正就是帮忙宣传若凡在我们的 K 歌九四，哎 ，K 歌，你是不是在 K 歌的粉丝专页上？这个是不是会传染？对。好，讲完了，没错， okay, 会帮他宣传。OK， 好的，那也在这边告诉直播的观众朋友，
我们的直播差不多要结束了，没错，但是我们节目要继续录下去，待会有很多很劲爆的流程，什么性感哦，你们想知道到底多性感吗？那就要锁定92.1K的首播直播的朋友，拜拜拜拜。